千里眼将军胜风耳将军。这个地方就是道家祖先以前生长的地方，生活的地方。要先到外圈，盐水路地公妈祖庙，那地方洞，那到了南头道。哦，你看神教有鸡童哦，神教有鸡童，你看，哦，好响哦，你看神教有鸡童，哦，哦，已经很久没看过，很久没有看过了。